歡迎翻返嚟無線音樂台嘅為音樂喝彩。跟住落嚟咧，好多嘅嘉賓咧都會陸續出現嘅啦。咁啊，以下落嚟要出現嘅呢一位咧，講到佢嘅音樂路向咧，同阿邦咧其實都幾唔同啊。咁啊，風格都好唔同啦。不過佢哋兩個咧又好夾，好有默契嘅噃。咁啊，唔知大家會唔會中意佢哋啦？以下落嚟嘅時間，有請阿邦你親自介紹呢一位出現嘅嘉賓。冇錯啦，今晚我嘅第一位嘉賓係一個我非常之欣賞嘅。多方面都有才華的人，他不只是一個很出色的樂隊的主音，他是一個很出色的舞台劇演員，也是一個很出色的電視人。請給一些掌聲假音人的主音陳浩峰。多謝，多謝。其實話時話，我們都合作了好幾套舞台劇啦，快樂王子啦，第二樂家啦，咁其實你其他 show 咧我都有睇嘅，你即係你啱啱嗰個恐懼機我都有嚟睇嘅，多謝。係啦，你之前啲東宮西宮我都有睇過嘅，咁但係唔講唔知咧，今晚其實係我哋第一次，雖然我哋合作咗咁多次啦，但係今晚我哋第一次一齊喺一個台度唱歌俾大家聽嘅。咁我覺得好榮幸，因為嚇唔好咁講，我好榮幸。因為其實想同你一起在台上唱歌好耐嘅，但係上次大娛樂家就冇機會啦。其實我哋係同台跳過舞咯，大娛樂家係反而同台未唱過歌。今晚我哋不如唱歌啦，唔好講咁多啦。好，好，今晚我哋帶一兩首我哋都好中意嘅八十年代英文歌，咁啊快歌嚟嘅，咁啊大家聽得 high 可以企起身跳下舞，好嘛？好，好。Life is so